被坦克车驶过的方正，自己一人带着一张轮椅、一对义肢嚟到香港。今日系佢第一次参加香港嘅烛光悼念集会。 我替那些在六四中死去的那些英灵们，谢谢你们！我替那些23年来饱含着丧子之痛的那些天安门母亲们，谢谢你们！我替那些在中国的监牢里饱受摧残的那些勇敢的北京市民们，谢谢你们！我替所有六四的受害者，谢谢你们！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！ 我知道，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很多人给了我很多的鼓励，他们把我看成英雄。其实我知道我很惭愧，我只是23年前这场运动中一个非常普普通通的一个普通的参与者，我只是做了我们当时这些学生们应该做的一切。你们这些所有的怀念，所有的赞美，应该属于那些献身的亡灵们、同胞们。 让我们再一次举起手中的蜡烛，深深地怀念那场六四中死去的那些英灵们。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。让我们一同高喊：平反六四！平反六四！勿忘六四！勿忘六四！结束一党专政！结束一党专政！建设民主中华！建设民主中华！ 希望大家一直坚持到这一天的到来，我会和你们永远在一起。谢谢。多谢方正先生，让我哋将六四嘅真相，让民主嘅薪火一直传递落去，好唔好？
好，我们一起来唱《中国梦》。 释放民运人士，平反八九民运，追求普世责任，结束一党专政，我来讲一下中国梦。 其中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传宗接代。我们有请青出于蓝的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代表李成康同学。 Oh.
23年前，也许我哋仲未出世，也许我哋就喺襁褓中，但我哋都知道89年发生过嘅事，翻查史料，绝食、宣布戒严、屠杀、一幕幕奉柏京新嘅情景，情缘难填。我哋同父母一样，有住同样嘅感受，一样悲痛，一样愤慨。 一样受刺，23年嘅光阴过去啦，落喺土壤嘅种子早已成为树木，我哋都长大成人，蒙难者嘅身体早已化入黄土地，天安门母亲亦都白发斑斑，甚至乎一个个离世啦。但六四仍未平反，天安门父亲翟伟林因为六四被杀嘅儿子。 冤屈未得申诉，一声情多前，以死控诉。中共政权嘅无情、暴力，唔单止扼杀咗青春生命同埋民主种子，国家嘅坦克同埋子弹，亦击碎咗一个个天伦之梦。天安门父母眼泪流咗23载，仍然未干。嗰种丧子嘅哀伤，令我哋谂起。 4年前四川地震，豆腐渣工程夺去咗数以千计孩子嘅生命，佢哋嘅父母终日以泪洗面，仍然争取紧讨回公道。天安门父母嗰种对真相同埋责任锲而不舍嘅追究，使到我哋谂起刘晓波、艾薇薇、谭作人、王琦、赵连海、陈光诚，仲有好多好多我哋认识。 或者唔認識嘅維權志士，佢哋為咗維權嘅事業獻出自己，有啲被迫去國，漂泊流離，有啲身陷囹圄，有啲遭受嚴厲嘅監控。23年啦，六四唔單止係一件往事，廣場上嘅訴求到而家都仍然未實現，黑暗依然籠罩住我哋嘅國家。 掌权者仍然系毫不尊重生命，谴责人权，无日无之。喺中共政权嘅管治下，城乡差距越嚟越大，物价腾飞，法治不彰，无数嘅上访者受尽压迫，独立候选人运动被打压，新闻自由受封锁，贪污腐败嘅情况对比23年前更加严重。 而政治改革亦停滞不前，结束一党专政遥遥无期。中共犯下嘅错误，殃及无数国民，但系从来冇就此道歉、负上责任，反而试图淡化过失，要求国民遗忘，实在令人发指。 目睹种种。 我哋年轻一代决意承继89文运嘅精神，我哋绝食六十四小时，以示坚定不移嘅决心。我哋为咗中国、香港呢一片土地上面嘅不公不义而呐喊，系香港呢个共产政权嘅败类统治下，港人嘅自由空间逐渐收窄。特区政府打算推行限制言论表达嘅网络23条，同志在洗脑嘅国民教育。 另一方面，中聯辦干預學術自由、新聞同埋示威自由，屢次受到警察嘅箝制。梁振英上台後，香港人嘅自由同埋民主將會更加嚴峻，面對更大嘅威脅。為咗自由，年輕一代要走上街頭抗爭。 抗爭並唔係冇代價。今年我哋之中就有兩名同學因為反對剝奪人權嘅替補機制
換來判監三星期，儘管如此，我哋冇煲啲咩好雞籠嘅忠告，就當六四英雄嘅感召，當年學生犧牲自己嘅一切，換爭取中國民主同埋自由。我哋定必義無反顧咁捍衞香港嘅自由，繼續追求香港嘅民主，令香港成為中國民主自由嘅燈塔，絕不妥協。 現在就等我哋所有人一齊高舉手上面嘅燭光，我哋對住燭光許下盟誓，我哋唔能夠、唔可以、亦唔會忘記六四嘅亡靈，同埋活喺中共政權下嘅受難者。假若佢哋將要走過更多充滿荊棘嘅歲月，係再多嘅日日夜夜，係再多嘅二十三年，我哋定必伴隨左右，直到光明照耀陰暗嘅歷史。 直到苦難嘅盡頭，直到民主中國嘅實現。年輕人舉起嘅燭光，代表住嘅係良知、係淚光、係希望，亦都係一個個莊嚴嘅承諾。包含嘅唔單止係每年六月四日嚟到維園悼念六四英魂，亦都係八九民運精神嘅延續。 我哋呢一代會肩負起民主中國嘅歷史使命，向八九年未完成嘅理想勇往直前。我哋要求中共落實民主、自由、平等、人權、法治，停止打壓民間運動，負上屠城責任。毋忘六四，毋忘六四，薪火相傳，薪火相傳。 我哋今日嘅集。